你的安全性能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是这个插进啊，嗯，插进，然后这里的话是这个正负是电源线，嗯，电源是接在控制箱里面的24伏，这里输入电压是24伏，对吧？这两根就是24伏的，这三根是信号线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装在门上，门的底部啊，门的底部呢，像这样装也可以，这样装也可以，这个气管套进，这个气管塞进。那塞好之后，放在这里，这里有个堵头的，嗯，这个堵头这样穿进，穿进之后塞在这个皮条里面，嗯，然后这样呢，然后它不是要接断电开关嘛，对吧？对，断电开关，这里，这两个接线很方便，往里面一塞就好了，一塞，一放，是吧？嗯。你塞一放，然后这边是接在这两个端，一二，嗯，这个不分正负的，一二接起来，然后这里找准位置，这个门一打开把这个行程开关把它弹进来了，嗯，就可以了。一放开这个小门一关闭的话啊，这个门就能上下能开了。比如说是小门开的这个状态，这个门它是不会动的，嗯，安全作用。啊，我这个手痛苦死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的手湿疹，看不好。湿疹。对。你手起来。这个线你从这里出来，嗯，这两个口把它翻开，这样的话，这里是这样装起来，然后这里两个螺丝打到这个孔里面，嗯，然后把这个盖子一盖那就好了，嗯，然后这个线过来，它那个是横排啊，横排这里可以开个孔，穿进来，从这边横排再出来，这个线不就是暗了吗？暗线了吗？暗线从这里就看到一点点线，这里把它接起来就好了。
灰色门中门。然后中间，中间是公共性，这边是公共性。啊。嗯。嗯。接着 CO， 然后还有一根黑色。黑色是接着这里的气囊。嗯，就这样接就行了。那这两个呢？这两个是二四十度的，再接这个加减。嗯。啊、嗯。